江哥，车已经备好了，在底下等着。哦，真想不到南山出了一个比咱们还大的夜总会，而且还开在了我们的对面。对面盛华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咱们的客人都快被他们抢光了。江哥，都是我的失误。 这次孙内抄着老命大，我马上派新人过来，一定要好好弄弄他，不然他把自己真当成南山老大了。嘘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今天出的可是江案，全城的警察都瞪大眼睛盯着呢，你还是给我省省力吧。你给我查查，那个巴拉流是不是有什么比擦干净的？赶紧收拾。知道了。 又说干活漂亮，还得说小小子。死者的年龄在30到40之间，左肩后背上都有明显的刀疤，腰部有一条贯穿的伤痕。另外，我们在死者的右手中指、食指发现了很厚的手茧。 估计是经过长期时间的射击训练。还有呢？死者所用的枪械是5连发式猎枪，枪管和枪把呢都被锯短，枪号已经被磨没了。使用的子弹是标准的猎枪子弹，除现场发现的2发，枪膛里还残留了3发。我们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10发子弹，另外，在死者身上。 共发现了2700块钱和一张灵通卡，还有一张被血模糊的纸片。目前正在做技术上的还原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发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好，下面我分下工。第一组我负责，在本市范围内查找那跟枪手吃饭的脸上有刀疤的黑胖子。第二组猴子负责。 给各省市发协查通报和死者照片，尽快查清死者身份。旭邦，你负责一组，请省厅帮助鉴定一下弹壳，尽快查到枪源。那就这样，大家随时保持联系。好的。于队，上次饭馆那个假小子来做笔录，做完了笔录再见见你，已经跟你搬迁了。在哪儿？在那儿呢。哎，对，刘洋，你过来，我帮你拿。 余队，怎么笔录做完了？啊，做完了。那你还待着干什么？我们所长就跟我说了。说什么？余队，我上大学就听过您的课，当时我就想，跟你干肯定有出息。走吧。哎，余队，最近忙吗？还可以。 放下，比划两下就行了。有拿枪对自己同事的吗？
一队，一队，怎么样，拜拜。行啊，队长，那我跟他打，不是笑话吗？不打谁还不赢？就是，轻点啊。对不住了。7-8点，赶紧跟我走。一队。什么？以前当大队长的都自己开车呀？你什么时候考的本啊？我2001年就拿本了，在警校的时候就有了。你们，哎，后边让。当然有区别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你想怎么着怎么着，因为你是一个警察，必须养成从车尾绕的习惯。为什么非从车后绕啊？防止开车的人冷不丁撞你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一部车往后倒的启动时间都比往前开慢，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开车的人往后倒都没有往前开顺手，他只要给你1秒钟的迟缓，你就能躲过他。咱们大案队像这样的规矩还多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措施。将来每遇到一次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如果你实在听不进去的话，我争取在你出事之前把你调出大案队。咱们队以前有人调出去过吗？我调出去的人基本上和我破案的一样多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听话的。于队，你老这样换搭档，就不怕别人说你闲话，说你有毛病啊？干活多的人才会有毛病，不干活的人你永远找不着他毛病。这肯定是局长表扬你的时候说的吧？这是我第一天当警察的时候，我师父告诉我。昨天被打死那个杀手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30多岁，顶多不过40。上身穿了件棕色的夹克，挺脏的，看起来像个从事体力劳动的，也可能是刚刚经过长途旅行才到这儿。这个人像是个老手，很可能有案子背在身上。为什么？这个人的目光很警惕，
我一进饭馆就注意到他了。我们派出所在城乡结合部，我在很多刚刚进城的陌生人眼里经常看到这种情况。这是一个人在进入一个陌生环境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，他们很有危机感，他会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潜在的敌人。另外还有一个情况，李队，我一进饭馆发现这个人桌对面还有一副餐具，酒也就剩了半杯，他肯定还有同伙。我认为目前破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尽快抓住这个。翔哥，出事就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怎么样了？警察没什么动静，我估计没发现什么。最近这右眼总是在跳，算命的说我今年犯太岁，眼看就要到年底了，咱们都得悠着点啊，先平平安安的把这年过了再说。你的档案官已经到档案队了，准备准备，礼拜一报到。是。哎，还有啊，我这人一天到晚就是琢磨案子，不在别的地方动心思。你要跟着我干，什么事都直来直去，别拐弯抹角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醒了！哎，你不能动，不能动，躺下，你躺下。医生说了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你是？我是毛毛。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医院呢。你的命可真大，子弹打进你脑袋里，你都没死成，这说明老天爷不想收你，你就好好活着吧啊！不能动！哎呀，不能动！跟你说了，不能动。躺下。我的枪呢？枪？啊，别找了。我都藏起来了，你放心吧。你这个伤啊，我是条件太简陋了。我看你是不是去省城或者北京条件好的大医院再去看看。大夫，我这伤是见不了光的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的伤将来会好。是子弹呢压迫了你的脑神经，可是据我所知，目前的医疗技术还没有办法从这个位置上把子弹取出来。往后，你可能有时候会很痛苦的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拿点药。不过这个药是非常难弄啊。你看，就剩这么点了，都给你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别客气了。
大夫，我这手将来会长好吗？哦，你这个手啊是筋断了，我都给你接上了。不过往后推重的活儿你就别干了，多活动活动，将来对你恢复有好处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？哎，哎，这我画的，就在这儿。来吧，瞎起什么哄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！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我换了。啊！你看看咱们局里除了局领导，谁穿着警服瞎晃？干什么呀？怕别人不知道你警察是吧？是。回来，换好衣服在停车场等着我。咱们在死者身上发现那张被血浸泡的纸片，经过技术还原，是承德大厦丧葬证。我出去啊，有事打扰你。哎，走。嗯，不是这个，多吃点儿。
去。你吃这个，嗯，嗯，这是你的钱包。你原来兜里有3706块，我把你表卖了，卖了3000，给了陈大夫5000，剩下都在这儿了，你数数吧。这女的真漂亮，是你女朋友吧？你的救命之恩，这些钱是不够的，但是你救的是一条不该救的。哎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你好好活着。没听那大夫说吗？活着也是受罪。不可能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你的伤肯定能治好的。咱们先好好活着，然后咱们攒钱，多攒点。咱们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救我？你是好人。好人？我是一个杀人的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我也杀过人，我妈就是生我的时候死的。哎，于队。承德大厦是邱兆强开的吧？怎么，你认识邱兆强？不认识，听说过。咱们市那娱乐一条街不就他给带起来的吗？现在南山市的桑拿歌厅夜总会，小一半都跟他有关系。哎，市里每年扫黄打非，他那儿都是重点排查对象。哎呀，你说你年轻轻的大姑娘家的，你怎么对这事儿感兴趣？我大姑娘怎么了？哦，我没吃过猪肉，你还不许我看看猪跑啊？没事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先生，小姐，下午好。地下一层是洗浴中心，一楼是餐厅。小姐，我们市局的，找你们经理了解点情况，请稍等。请进。经理，两位公安局的找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来，里边请。好，里边请。哎，小张。哎。赶紧把咱们那个上好的毛通拿来。好的。泡一壶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快点啊！哎，您别客气。行了，行了，好。两位，有什么贵干呢？我们想找您了解点情况。您看。这种优惠券是您那桑拿部发的吗？没错，是我们发的。所有到我们这儿的客人，我们都发。这个白天生意不忙的时候，我们还打发服务员到马路上去派发呢，搞促销嘛。您是不知道，现在的生意啊太难做。
来去，呵呵。你不是警察，什么也没有发现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？我估计他们只是怀疑，没有具体证据。估计，我看是犯了太岁了。你想躲事儿，可事儿偏偏找上了你。车吗？南 A 86008凯迪拉克，全南山都认识这辆车。你瞎咋呼什么？赶紧上车！说不定这会儿人家正在楼上看着呢。这么多年了，咱是不惹事儿，可事儿真到了头上，我也没怕过事儿。是福不是祸。是祸躲不过。干嘛？这就是我家，进来吧。进来呀，这就是我家。哎，这就是我家。抛家了，老在火车站那边。但是我技术不好，好多次都被人逮住。一抓住我吧，我就又哭又喊，说我爸妈都不要我了，三四天都没吃饭了。然后他们就拿我没什么办法了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没问题，你说。小姐要的啥吧？这不错，这5块钱一个，来一个吧，很便宜的。这儿有别的吗？要啥呀？你看看。枪有吗？没有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滚滚滚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干嘛？姑娘，我可看你在市场上转悠半天了。
你要的东西大概市场上没有吧？说说吧，你是要黄的、白的还是黑的？还有多远呢？快了，就在前头，出了那箱子走了。还有多远呢？到了，到了。走啊，走啊。到了，前面就是。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刚不是就在这儿吗？你要的东西在这胡同里呢，这就到了。走啊！姑娘，在这县城里除了我老肖，恐怕再没有人有你要的东西了。你还要不要？你可想好了？你得在院里待会儿吧，我马上给你拿去。哎，你快点啊！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。余队，桑拿就是这条线，你打算怎么查呀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桑拿卷这条线绝对不能断。死者身上除了这桑拿卷就没有别的东西了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所以我认为桑拿卷不是偶然得到的，它肯定跟城楼大厦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我想，他也许是那儿的常客，也许跟邱兆强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你也知道，邱兆强的生意一向都不太干净。你打算怎么查？我打算对服务员挨个进行排查，看看他们有谁见过死者。他们能老老实让你查吗？就算让你查了，能跟你说实话吗？那我就查查邱兆强，我再查查他身边的人，我就不信逮不出条大鱼来。想查你就查，不过要给我拿出证据。从哪儿开始查呀？从哪儿查你都不知道，你查什么呀？还用我教你啊？
谁在这住过？最早听说是个拾荒的老头，后来有几个东北的盲流，我还跟他们打过架呢。再后来就没人住过了，这儿挺荒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哎，你过来。